这红茶很香的，谢谢啊！来，姐夫啊，五星级的。哎，那个松鼠桂鱼还有油泡虾，你们的特色菜，都要点上啊！放心吧，都点上了。大姐，是红啊！哎呦，老妹儿，哎呦，老妹儿，你可算来了啊！多少年没见了啊！是，咱哥俩今天得好好喝上几杯，喝喝喝喝喝！哎，开瓶酒，茅台吧。 茅台啊，不用了，茅台不用了。哎，喝黄酒，上海的黄酒好，活血活血。你不行不行的，老方有痛风，什么酒都不能喝的。操什么心嘛你！陈欢这么出息啊，开茅台都不带眨眼的，也让姨父跟着沾光了。今天姨父也开心，正好跟爸爸一起多喝一点，来瓶茅台。好的。我姐就是对自己节俭，对家人很大方。 哎呦，小枣现在懂事了，都替姐姐说话了。方姐也懂事儿。哎呦，你看这俩孩子多好啊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像亲兄弟一样的。那是，都懂事了不少。哎，阿玉，你说快不快啊？小时候小枣因为偷钱呢，被我揍的那是满街跑。你看这一展。哎，小枣偷钱，怎么回事啊？ 阿玉啊，都是小孩子的事情，他们调皮捣蛋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小枣从小就懂事，在路上捡到一块钱都得拐两条街上交给警察的，肯定是姨父记错了，记错了。对，肯定记错了。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小枣小时候那可厉害呢，闯了好多祸，那可都是我给顶的。这些事儿啊，我吃饭的时候慢慢跟大伙说。 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大家先慢慢吃吧，我这边临时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那你吃完了再走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这么快啊？都饱。哎呀，我去送一下他。哎，喝水呀，小枣，小枣。你跟姐姐说，那个方姐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老欺负你？ 也算不上欺负啊，就是小的时候他偷衣服的钱，让我来背锅，姨父把我揍了一顿。这还不算欺负你？那钱不是你偷的，你干嘛认啊？我之前不知道，我现在知道，咱必须回去说清楚，不然爸爸妈妈都是真的。哎，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我没吃亏，后来这个方杰还想欺负我，我直接一个过肩摔送医院去了。他活该。 我不告诉家里，我是担心你和刘女士拳脚功夫那么厉害，你们连夜赶过来，再把房姐揍一顿，这我收场了。行了，姐，我没事，你别担心我啊，快回去陪爸妈吧。我让崔叔给你打包点吃的，你路上带着吃点。哎，不用了，走了。慢点啊。你好，这边请。程欢。 那个没事了，谢谢啊。哦，您好，您找我吗？你可能不记得我了。小时候你去老家，我教你写过暑假作业。啊，我二叔方志宏是你姨父。哦，方达。哦，这么巧。你好，你好。嗯，您今天……哦，那个王二叔早上给我发消息，我没看见，正忙完才看见。 哦，没事没事，他们在里面呢，那我带您进去。啊，这边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哥哥的孩子方达。<笑>对对对，黄欢，小达在上海是开婚庆公司的，你们多认识认识，说不定以后还能相互帮衬呢。哦，对对对。那个，我的名片。小达，他。刘姨，您还记得我小时候您带程欢回老家，那时候我妈也把我放在二叔家。 我吃了您一假期的好吃的，哦，就是这个小达呀！哎哎哎，小达，长得这样子了，你看，多帅呀！真的是的，时间过得太快了哦。你是回雪婚庆的啊？对。那你是不是给我们酒店投过标啊？是。来，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你是新安里的老板，我也挺惊讶的。 但我想的不能一上来就亮亲戚身份吧，等于跟走后门似的，所以我就干脆想着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然后等你们这边回应吧。
没关系的，不用那么避嫌，反正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业绩说话嘛。对对对，等你有空，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，也希望有机会能够一起合作。没问题。好了，不要聊了，婚嘛不结，聊几天来嘛就聊个没完。哎呀，方达们男孩子就算了嘛，成欢一个女孩子，早点结婚，早点要孩子才是正事儿嘛。嗯，欢欢呢，刚刚接手了这么大一个酒店，压力大。结婚的事儿不急不急，谁说不急不急？我姐夫说的挺对的。依我看啊，这时代不同了，女孩子呢，工作重要，生活也重要，是吧？老麦啊，这重欢快30了吧？这还没对象呢。他太忙了，顾不上。阿玉啊，欢欢没时间，你不是有时间吗？那个老年大学就别上了，就到公园的那个相亲角啊，帮欢欢去看看对象，你知道吧？我的儿媳妇就是这么找回来的。你看，球球都这么大了。哎呀，这种事情我也做过了啊，给他看了好多照片呢，可他就是看不上啊，要求高。哎，我们家方达好像也还单着呢吧？啊，哦，对。姨父大姨，现在时代变了，女性想专注家庭呢，就可以专注家庭；但是想专注工作，就可以专注工作。我现阶段呢，就想好好的工作，所以不用为我担心。姨父，刘姨，那个我在婚庆公司啊，做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见了太多这种刚结完婚就闹掰的了。这个结婚，还是得看缘分，自己开心最重要。嗯，小达，你说的不对，我反对，婚还是要结的，是吧？这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嘛？你工作好，生活好，你人生才幸福嘛。你有幸福的小家庭了以后，你工作才踏实嘛，对吧？对。你看，我跟你老麦叔多幸福啊！我们幸福，我们开心，孩子们才幸福的，是不是？对嗯。欢，你妈说的没错啊。这女孩子一辈子最大的事情，那就是家庭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做长辈的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还要多，那不会害你们的。是。喝酒喝酒。姨父，二叔、二婶，刘姨，那个，我敬大家一杯，庆祝我们今天开心的团聚，也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未来的幸福生活，干一杯。来，这酒喝的不错，吃饱没有？吃饱啊！哎，爸爸带你回房间。方达，哎呦，慢点！什么人？你爹，请一顿。老麦一起来。你来上海，我肯定要敬你。这方达这孩子看起来真是不错啊。嗯，哎，再说你们是同行，说不定啊，还真能帮上忙呢。知道了，妈妈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最近我心安理评选，也没有时间带着大姨他们去玩，你带着大姨他们多玩玩，刷我的卡。哦，你看，欢欢让你吃好睡好，还有玩好。哎呦，欢欢，谢谢你啊，这几天都是让你破费了。怎么会呢，大姨，我最近啊都是连轴转，没有时间陪你们，等我结束以后就带你们去玩。哎呦，我说欢欢，你上的是什么班呢？怎么连周末都不休息？你要注意身体的哦。哎呦，就是啊，他整天的就是工作工作，赚钱赚钱，一点都不知道照顾自己。哎呀，忙点好，就说明欢欢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呢。哪像我呀，一辈子围着锅台、孩子还有老公转。哎呦，我还不是一样吗？想他们好了，我们就好了呀。大姨，你要多照顾自己，对自己好才是实打实的。嗯。我呀，只是没有你妈福气好。没有啊，大姨，妈妈，那你快让大姨带他们回去休息休息吧。好，房间开好了。好，嗯，好的，他很忙，走去吧。哎。